阿里就在紧紧跟在松木的后面，看得出来，这次松风都投了全力，进对松木，挡在了阿里的前面。阿里怎么也超不过去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松风真是势均力敌。 小儿科，小儿科的鼻长，小儿科的把戏，你们的我的那么嗨，这就是井底之蛙，从来没有见过。自己介绍一下吧，我们是日本的夜莺车队，这是我们的苏木雅也，这是我的师妹，你好，平池惠子，我们在车队来切磋一下，还请李先生给个面子，切磋。 哇，有意思啊！阿丽，你说你车开的这么厉害，你为什么不参加这样的比赛？师傅不让我比。 听说三清室的车手很厉害，难道就是这个样子？好吧，那看一下吧。再不，师傅就要等急了。
你要的是这，你爱国他们要输了。等一下，哎，喂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输啊？加油，加油！加你的头啊！都是蠢货，废物！输不起了吗，小子？别得意的太早，要不要跟我比一比？来一场啊！好啊，好啊！三天后，我再跟你比一场。如果你输掉，你的车队能不能换成我的标志？敢不敢？マスキさん。好，就这么决定，走。私たちも行きましょう。我想看啊。那你看啊。你都开走了，我还怎么看？放你副驾，真烦。行こう。师傅，来一次。我说你们两个臭小子干嘛去了？外卖送了吧？放心吧，师傅，肯定给你按时送到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和店里的饮料是要付钱的。哎，记账嘛。记上账。你知道你都欠了多少吗？欠账。口渴吗？师傅，我来吧，帮忙啊！再喝一口，再喝一口。師匠，もういい。これらの話は聞き飽きました。どうしても試合するため、レースしません。どうしても勝つため、どんな有意義なことに勝ちません。そのうち私はあなたに代わって前例を完成しました。そうです。私はあなたを全く知らない。行け。哇，一个人喝酒。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讲不清楚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想想看，你车开得那么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当职业赛车手？职业赛车手？嗯，你是头文字 D 看多了吧？对呀、啊，真把我当藤原拓海了。啊，不过我说真的，最近三清市来的那个日本赛车手叫什么松木来着的，我觉得你要是赢了他，肯定会很风光，而且那些职业赛车队啊，肯定会注意到你，来挖掘你的。嗯，没兴趣。哇，不是吧？你想想看，你要是赢了他，会有成千上万的迷妹爱上你，你不要一两个留给我也好啊，这样我小坤坤就有女朋友了，就不会单身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你要造福我啊。你说完没有？没有。来。我要睡了，晚安。喂，阿丽，现在才几点？这么早就睡？
お父さん。ケイコ、このマークが見えたかな。はい。ここで昔の友達に会う機会があると思わない。お父さん、この友達と何の関係ですか。相手だし、友達だし。私と一緒に来て。私はまだ運転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若い。でも自動車に濃厚な興味がに持って、あと機会があった。修理工場に作業しに行った。仕事にある暇はいかん。すぐ各種の資料を調べ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て、どのようにか自動車を変える性能を研究した。その時、私はただ下品な仕事をした。いつの日か店主は私は小包を送ってった。これを送って。はい。その以下私はただ他の人を半分の時間をかかった。あの時か私はカレイザー。何年が経った。フリマサスの主人に勝ったことはない。お父さん。ケイコ、私の昔の友人を見つけるの、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な。李，哎，不用搬了。怎么了，师傅？你来，这儿有个单子要送。哪里的呀？远不远？在哪里都得送。三清市三清路，这有40多公里啊！没搞错吧，师傅？没搞错，客人还要求1点钟之前要送到。1点钟，那我去吧。那师傅，我走了。这是你的外卖吧？从店里到这儿，你就用了30分钟。啊？那回去不用那么赶了。嗯，我先走了。你可以等一下吗？我们认识吗？对啊，那天在赛车场，我见过你。你的车开得很快。啊，我送外卖练的，先走了。
的车标了吗？拿给了。老大，拿着吧。走。阿丽，哎，你今天不用送货了，有人找你。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。你叫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看风景？也不全是。你们赛车手开车的时候在想什么？我不是赛车手啊。你不是赛车手，但是很希望成为赛车手吧。都说了我不是车手，也不想成为车手，我只是个送外卖的。有脾气啊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很有意思。怎么会？那要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跟我说说你师父的事情吧。从小我就跟着师父长大，是他教会了我一切。从小？嗯，他是我养父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你家在哪里？你爸爸妈妈呢？从那之后我就一直跟着师父。那我们还挺相似的，我也是跟着义父长大，那我们还挺有缘分的。是吗？对了，我们拍张照吧，既然有缘不如拍张照。拍照？对啊，快来。我很少拍照的。好，来拍照，把我拍的美一点。这么远，一二三。来，来，那我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。阿丽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
哎，你是谁啊？跟着我干嘛？帮我查一个车牌。一帮蠢货！你们都是做什么的？啊？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？我怎么养了你们一帮蠢货？岂有此理！光吃不练。嗯？你说他是车神？是啊。没可能吧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开车。相信我，他就是车神，只不过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可惜了。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？我希望你能帮我约一场比赛。比赛？你不能自己去约呀！啊，你们不都是不请自来、不顾人家的感受的吗？他如果赢了，你就可以赢回自己的车标。要是他输了呢？那只能说明你们太失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今都可。会いましょうか。その格差は師匠の友人だ。友人か。師匠は今私がそのようにして必ずとても喜びだよ。その頃師匠は昔格闘に負けたことに負けた。それで私は彼の徒弟に勝って師匠と話して
各有の車は不思議にできなくそのようで、彼を探す必要がない。違う。これは師匠の望みじゃない。君の価値系は大変強いよ。あなたはこれに私を話して。輸送した人のための。冗談じゃないよ。私だけがあなたに会うことだよ。阿丽啊，哎，李大车神，想吃什么？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哎，我不是来吃东西的，我有事情想找你来帮忙。帮什么忙？上次那个日本车手松木雅也。想不想赢他？我一个送外卖的，你要我跟他比，我拿什么比？哎，人家不知道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当年你可是全市最年轻的冠军车手。哎，说起来你……哎，就此打住吧。我呢，是真没兴趣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外卖要送，让下，让下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个人真是……哎，哦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哼，跟我来。哇，最大功率430，零到一百只要4.3秒。哇，后置涡轮增压，这是我梦想的经典款啊！小困困，你喜欢吗？我买给你呀、啊。小坤坤啊，如果那辆车你喜欢的话，我送给你。真的？嗯。不行不行，这样我会被别人说是吃软饭的。不行不行。哎呀，我送你的呀，这怎么能叫吃软饭呢？哎，也是。对呀、啊，那我送你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像不错哎。嗯，老关。爸，叔叔，哎，我不是你叔叔，啊！爸，如果你要动他，就先动我吧。哎，萌萌别闹了，走开走走开，阿坤过来。我不，我不是来揍他的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快让，过来过来啊，叔叔，啊，我想找阿丽帮我赢那个日本人，我找他，他拒绝我。你帮我劝劝他。这个嘛，哎，啊，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，我给你一笔钱，而且你喜欢什么车，我来帮你解决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嗯，爸，怎么了？那我们的婚姻大事怎么办呀？萌萌，别闹了，你听话啊啊，就这样啊，你得帮我这个忙，好不好？我有事先走了啊，再见啊，叔叔再见。我不是你叔叔啊，再见啊，我办事你放心。小坤坤，迟早有一天我会得到你的。哎，师傅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你别看阿丽半天不说几句话，其实原来她脾气很坏的，真的。她脾气坏哦。记得有一次我们被五个大汉欺负，啊？哇，她一个人啊，去打五个大汉，五个，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的现在脾气好了很多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冲动了。
师傅对他特别严，现在反倒是我变得他们都要照顾我了，那我就阿丽，阿丽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有点累，去休息一下。他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累了吧。没事没事，那我再跟你多说一些阿丽的事吧。嗯，好。阿丽啊，曾经有一段时间疯狂的爱上了骑摩托车，她没钱呀，买不起呀，弄得她很伤心。结果呢？阿丽，吃点吧。师傅，其实惠子是个不错的女孩啊。她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儿，前两天来找过我。很荣幸认识车神郭先生。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我认出了您曾经的车标。车标？什么车标？是在阿丽的车上看到的。我在这里，你姨父知道吗？现在还不知道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根据我的情报，阿丽是三清市最年轻有为的车手，也是您的义子。我想帮他。难怪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怪不得你。喂，你别聊了，过来工作。来呀，阿丽，等会儿。我吃两口。快点快点啊，慢点慢点，可以再不好玩啊。叔，那我过去跟他们一起。叔你说。大家好。说你啊，一个大小姐跑到我们这儿来包什么饺子？为什么？我乐意，我喜欢。这里的夜景真美，我都不想回日本了。回日本？怎样回去的？是吗？那里是你的家啊，怎样回去？好美。好美。我说，如果我留下来会怎么样？你疯了吗？你别问我。你帮我想想。我真不知道。阿坤，这么着急干嘛去啊？阿丽啊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下。哎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哎，干嘛去啊？你朋友约的人呢？怎么还没到？你别急啊，
我办事你放心。嗯，咋看人呢？哎，我办事，您放心。装什么？喂，快穿上，别穿帮了。快点，他发什么愣啊？这件衣服也太丑了吧！你在废什么话呀？别让别人认出来你不是阿丽。快，是是是是是。得加钱啊！啊，行，走走，别拉我！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来了来了。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这么迟？对呀，我拜托，这是我阿里车神，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说服他来比赛的。他戴着头盔是吧？啊，感冒了吗？没事没事的。感冒行不行的呀？可以可以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吧。啊，行吧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快快快快。去吧，加什么油啊？输定了你们，不行，输定了，才输定了呢，输定了。哎，快！阿里感冒了，会不会有影响？放心吧，没事的啊，真的啊。放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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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吵！好了，这不是他，不比了，把头盔摘下来。真的阿丽呢？不是阿丽吗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你不是阿丽吗？黑叔，真的阿丽在哪里？啊，对不起。你快给我找出来！好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师傅，我要跟你比一场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多包涵。小屁孩不会玩，今后就不要叫他玩，知不知道？你这个样子，永远也成不了一个车手。以后不要再和别人斗车了。
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我谢谢。郭，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你开车。原来你是车神呢，真是深藏不露啊。听说阿丽是你的徒弟是吧？让他去和日本人比一场，怎么样？嗯？阿丽，你去吧，师父。别给师父丢脸。好啊，三清湾，晚上九点。是你啊，嘿，你还真敢来啊。为什么不敢来？价格赌注敢不敢？什么赌注啊？谁赢了车就归谁。好啊，赌就赌，要是输了就别赖皮。别以为你的破车也能赢我。破车？要是赢了你就不是破车。还来比赛？你懂个屁！不是他不行，真是还这么烂的车来比赛。在后面把速度给停下来，对呀，这边有好像出现问题。哇哦，这家率先跑到终点。
幺九，你的倒数点，算上你看成绩要什么？报了。没事吧？来，出来吧。烂的车还能跟松木跟得这么紧，要是换了我的车。老大你在说什么？说什么管你屁事。小子不简单呢。89年日产 GT-R32， 前置后驱，涡轮增压，排量2.6马力尾巴，从0到100公里只需要5.6秒。当年日本29场连胜，无敌战神，公路之王。喂，阿丽，你说这么多我没懂啊，这不就是一台老爷车吗？让让开，师傅，我说对不对？对。师傅，这是。这就是我当年的老伙计啊。师傅，那你是老爷子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们说，要想用松木雅也，必须要有好的减震装置，而且还要有 F1 超级发动机。这种发动机百公里提速只要2到3秒，马力最高能达到6万匹，减速时只需要一个比网球场稍微长一点的距离，时速就能从300公里降到60公里。我老爷子，这款发动机这么厉害啊？啊，可是我没有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兔子，你来干嘛？那个，发动机，我们老大解决了。他是个什么呀？没面子，你懂的。那个发动机，反正我们老大准备了。我们老大还说了，你必须得赢。
哇，哎呀，你快点吃一口啊！哎哎，不得不吃一点。哎，讨厌！干什么呢？我疼的，赶紧去做你的事儿，知道了。来来来，你们过来一下。来，阿丽、阿坤，过来。你看现在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了，现在就需要一个性能计算的人。嗯，哦，这是该我小坤坤利用聪明才智来担当这个问题的时候了。嗯，你，嗯，你能不说话吗？你们看我行吗？你们看我行吗？可以啊，可是你不要打扰我。没想到你这么傲娇。还好吧？那个松木是我义父的徒弟，但是他却不像义父那样淡泊名利。他满意了？赢了我，我知道，很快你就会赢回来的。我们还是聊些开心的事吧。开心的？嗯。比如呢？比如，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我呀。没有。你有喜欢的女生吗？应该有吧。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是谁啊？那个师傅不早了，那个你在这休息，我明天还要继续改装车呢。哦，对了对，晚安晚安。喂，你讲一下嘛。哎，等等我。阿丽，我终于完成了，多亏了我们老大的发动机，管他什么日本人，照样赢。对。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大家一起照个相怎么样？
好，照相照相，用我手机吧。好。别动，师傅你来。哎呀，别动啊！大家近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。一个人下棋，很无聊吧？我就这么开了，怎么又来给我送车？手下败将。阿丽，赛车手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哦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可是一个偶像哦。阿丽，阿丽，加油啊！加油，阿丽！哎。一定要これらの話は聞き飽きました。そうです。私はあなたを全く知らない。行け。ジジ、あなたは弱いだから。太漂亮了！两台车跟我互相上下，但阿丽似乎没有给宋牧任何机会，继续保持领先。
我赛车输给你，我钻研中国象棋一定会赢你。吃局。讲，その時、私は彼に負けて、カーブだった。今まで私は全て知らなくて、彼は好きで、技巧である、偶然である。哎呀，再抱一下嘛！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！哇！何をして？你等着，我还回来挑战你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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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叔叔，阿丽呢？我不是你叔叔。阿丽呢？阿丽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她比完赛人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跟你说，阿丽这小子不错呀。我想啊，帮我女儿做个媒，要阿丽做我上门的女婿，哇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叔叔，我跟你说，阿丽呢又高又帅又会开车，跟萌萌搭起来天生一对，简直就是金童玉女。呀，这事就交给我阿坤。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，真的交给你了，没问题，我马上打电话。好，手机，你想。